妈再来相亲。我们要经济实力没经济的话，我们是不得那个的。具体要求就是车子有房子，我们要求不是很高。再婚的选择严格慎重。投那个合约开价的噻，我们那个做生意投了，面向那些还是很做生意的。衡水那个你都是第一眼都没看起的嘛，那个盲单儿170的嘛那个。哦，那哈儿又觉得别个有实力了，是吧？但是别个有那个啥，有发展程度噻，8000多块钱嘛，他可以靠他的实力买房子噻。除了物质基础，还要爱心爸爸。麻烦你们哪位男士给我们做下奶奶呀？娃儿在哭哦。哎，请你们哪位男士给我们刷一下尿不湿啊？爱和物质，母女俩如何权衡？一定要去调查，要去了解那个幼儿园统计，16.8块都去了车费。凡人有喜之母女联手来相亲，马上播出。不是很靠谱，他是才8折，完全是个骗人。他而且必须要我生一个小孩，但是我觉得他的经济实力不能够达到养3个小孩。这是发生在2015年4月交友现场的一幕。嗯，不行，外貌都过不到我的关，背都是扛的，都没撑住。嗯，不要。妈，我想请嘛，你想请嘛，还是我自己做份主嘛？谁能脱颖而出，赢得母女俩的好感？你要说养我可以，我都说不可以。我们是鱼中之人，我不愿意再交出去噻。事情还要从头说起。啊，好的好的，阿姨可以的。要不这样吧，我先把我手里边的事情处理完了以后，我30分钟以后我们再见面，看行吗？嗯，好好好，再见。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热线电话那头的人急切地请求和小红娘见面？开始啊，是杨丹的妈妈给我们打的电话。这个杨丹呢，她就是和良品爷们相亲成功的那位女嘉宾了。那么我就在猜想了，是不是他们要结婚了呢，要给我们送喜糖呢？说实话我也不清楚，不过我非常的期待30分钟以后他妈妈和我们的见面。阿姨今天有什么重要的事要和我们说呀？相亲呢，想找一个人条件好的，稍微比我们俩好点。阿姨是这样的，就上次杨丹相亲的那个男嘉宾不是挺好的吗？而且还牵手成功了。不是很靠谱，他是才8折，完全是个骗人。他怎么骗你们了？等他妈妈到我们家里面来了的，来求婚，向我们杨丹求婚。求婚呢，好，我们都跟他妈妈在聊天中，他妈妈都说了实话，他房子有3套，但是经济没得那么多，花5万块钱都拿不出来，他都证明都没得实力的。原来上一次相亲的男嘉宾因为很喜欢杨丹，给杨丹许下了很多承诺。跟他妈妈两个成男成功了哈，我想跟他弄起去学钢琴。我现在已经也只有一个几十万，三套房子，必须买车，买个宝马车。虽然承诺感动了女嘉宾一时，但之后的接触是现实的，孩子、经济、相处之道，这些问题始终是再婚男女无法回避的。他在我们家里面呢，点儿都不喜欢我们小孩，反正也没逗一下呀，就像看不到能够我们娃儿一直在身边耍那些，他都没喊一下啦，或者逗一下那些。哎，所以说我都觉得他那个人，不是很靠谱。啊，可能他也有他的某一些想法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根本都没认识几天，还不了解。他而且必须要我生一个小孩，但是我觉得他的经济实力不能够达到养3个小孩。而且我那个小孩都不说了，养2个小孩都不得行。他自己那一个，他都很辛苦，反正他自己都照顾不了他的生活呀那些，所以我都觉得都放弃了。所以我们都不需要那种女性。所以今天我们娃儿又来重来看一下。本期交友女主角杨丹，30岁，身高1.6米，职业自由职业者，婚姻状况离异，小孩跟自己。大家好，我叫杨丹，今年30岁。家住那个黄石区交通街。好，我曾经是在那个海外，就是那个新加坡做的缝纫工作，做了大概2年。本人个人喜欢呢，比较喜欢出去郊游，喜欢交朋友，喜欢旅游玩耍那些，社圈还是比较广泛那种。我有一段短暂的婚史，我
当时年龄比较大了哈，父母就是说想我成家，比较心切哈，就仓促的结婚。结婚了之后，我们等于说没得感情的基础，好，然后导致后头我们婚姻呢哈，就是慢慢慢慢的就越走越远了，最后导致婚姻失败。刚开始离婚的时候，我还是很伤心，因为伤心都是属于我的小孩，我很觉得很愧对他，他只有一岁就没得爸爸。对我要求都是男色，大概是比我稍微高一点，好样子一般，踏实过日子的，特别是要对我的父母好，对我的家人好，就是我的小孩。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凡人有喜，我是情感观察员安康。咱们今天这位女嘉宾呢，其实以前参与过我们的节目，那我想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对她也还比较熟悉。那她今天为什么会又来相亲呢？其实很简单，就是之前那位男嘉宾可能在节目里头过分的展现自己，为了想得到他的爱情，过分的夸大了自己，结果到现在为止呢，东窗事发了。在这里我想先说一下这种情况，我希望我们节目当中的男女嘉宾在追求爱情的道路上面先注重人品，做一个诚实守信的人。好，那今天他们的相亲会怎么样呢？我们一起往下看。杨丹和妈妈对再婚给予了很大的希望，再次征婚，他们都希望通过婚姻弥补家庭生活中的欠缺和不足。因为那回啊，对我们娃儿相亲了哈，我都想他找一个经济实力有雄厚的、有房子的。我们要经济实力，没经济的话，我们是不得那个的。那你的经济要求是怎么一个程度呢？起码就是一个月个三四千嘛，具体要求就是车子、有房子。因为那个年我们年纪毕竟大了，又有小孩要走哪去那些的话，你现在被人人屋头基本上都有车，都普遍都有车，这个电视家每个屋头都有，对我们也希望能够，我们要求不是很高。那丹丹支不支持妈妈的观点呢？想法跟她差不多，也是那样想的，然后很吝啬那些我都不接受。那如果经济上没有达到你妈妈所想要的那种程度的话，你还会接触吗？还是你还是会不要看他人了，就看他对我们屋头啊好不好啊，喜不喜欢玩了一些。于是我们从会员资料库里联系了五位愿意和杨丹见面的男士，不知道哪一位才能入得了杨丹母女的法眼。好，首先看一下，这是第一个男嘉宾，就先看一下第一印象感觉怎么样。第一的感觉有点像扮那个老大那种形象。他是一个厨师。那我们看下一个呢。好，那个光头郎，那有那个剃了的，对，那些毛老板毛大，都是个光头，是自己剃的。那个你不管他的，只管你他的情况了解。离异的吗？对，他也是离异的，然后他是做外贸生意的，他一个月工资的话差不多是15000。看这个感觉怎么样？那个就有点那种跟我差不多，胖的胖的就不要，不那个不要。他有1.75米哎，阿姨。不，1.75米，外貌不行，整个很没精神的样看起。就有点胖，170斤。不行，外貌都过不到我的关，我其实要求很高。因为我们那个合作原来啊，我都要求高成了，我说很多拿我追我，原来我年轻时。他是主城的吗？不是，他是彭水的。那他假如像我在重庆的话，他愿不愿意过来安定居呀、啊？放弃他那边的工作也是以后的事情了。是你现在初步的决定，跟得他交往是初步的事。是我有我的要求噻，他愿意在那个噻，后头再说。好，那后头再说。你我说后头再说。那下一位呢？我发现女儿还是妥协了，跟着妈妈。要求没得我达不到我的要求。他要求高些。看下一位。他是医院的行政人员。管医疗的那一块儿，你有自己住房的心愿没有？他的月收入的话差不多5000块钱左右，他也愿意做当丈母的女婿。还是他们个人有房子，个人单独去做好些，不产生矛盾。我们家房子不大，而且以后还要添人口的话都比较急了，最好是还是他自己能够定说，还是大家一起买房嘛那些嘛。好，那我们再看下一个吧。有点小男生的那种感觉，背都是扛的，都没撑直。不要。一番评头论足之后，杨丹母女会选择和谁见面了解呢？头的个，
还有奋发图强的那个精神，图强噻，活跃开店的噻，三那个哈，三那个嘛，那个做生意头脑。这个光头这个吗？哎，光头，看他的面相那些，还是很做生意的派头，老板的派头。啊。第二个，我觉得他到处跑的话，害怕在外面的说花心啊那些，或者是因为现在一些女的是自己都贴上来了。第二个暂时不考虑。啊，三那个嘛，这个彭叔那个看他如何。彭叔那个人我是看不到，就看到馒头那个窝起的背都没整齐。彭叔那个你都是第一眼都没看起的嘛？那个盲单儿170的嘛那个。哦，那哈儿又觉得别个有实力了嗦。但是别个有那个噻，有发展前途噻，8000多块钱嘛，他可以靠他的实力买房子噻。彭叔那个外形是平江市差了点。妈妈对女儿的相亲指手画脚，女儿是否会按照妈妈的想法选择见面对象呢？阿姨啊，您或许眼光达到了，但是你和杨丹的实力达到了吗？房子、车子、钱，然后还得对孩子呢有爱心。给我的感觉就是，杨丹今天不是来相亲的，她是来挑驸马的。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挑驸马呢？那就是公主。如果说杨丹是公主的话，那杨丹的妈妈毫无疑问就是太后了。您不仅是太后，还是慈禧牌的太后。我有一种担心，什么样的担心呢？我怕您真把自己当太后，真把自己的女儿当公主了。如果您的女儿真是公主，您真是太后，你们什么都有的话，您完全有资格去挑剔。可如果您就是平平淡淡、平平常常的一家人的话，那么这种挑剔是不是过了一点呢？哎呀妈，我想请嘛，你想请嘛，还是我自己做份主嘛？你选的那个不一定是我喜欢的，我要选个我。要得，要得，你看嘛，我支持的。嗯，我觉得第一个男士还是你有经济实力。本期交友男嘉宾胡书龙，34岁，身高1.68米，职业厨师。大家好，我叫胡书龙，六月20满35岁，现在在南平一家餐馆当厨师，在南平四小区。因为我性格很外向，对人来说比较耿直诚实。我跟人来说很直，语气有点快，说很直，但是对人来说，对朋友都是平易近人哈。我平时喜欢下班拉着去都回去下到那边的时候，看点电视节目那些，看点报纸哈。在25到35之间嘛，性格外向，因为我啷个说呀？因为我是做餐饮行业的，你要那到找店子出来找个女娃儿稍微能干点的话，我才配得起。那种对方的有小孩来的可以，找两个人的，工作能够打拼，能够创业。哎，考虑见一下那个。医院的。哎，医院的行政人员那个。本期交友男嘉宾杨小龙，28岁，身高1.65米，职业医院行政。大家好，我叫杨小龙，今年28岁，目前在一家医院从事经营管理工作，带的有小孩的，这一点我请我那个他奉献，我一定会当你的是自己亲生的呀，因为我从小也是受过这样的经过的，我也感受到家庭。单身家庭的那个辛苦，还有各方面的原因，我也可以做上门女婿，去你家陪同你一起照顾你的父母，我会把你的父母视作亲生的父母一样看待，我绝对不会亏待他们。那个呀，还是多阳光的，哎，看一下嘛。本期交友男嘉宾熊波，31岁，身高1.75米，职业厨师。大家好，我叫熊波，来自于重庆中县，83年出土的，现在在308一家5星酒店做厨师。家里有个妹妹，去年年底结的婚，然后在北京生活工作，在北京买的房子。家里面爸爸妈妈都有保险，也在务工，没有负担。我的兴趣爱好是打羽毛球、跑步。我觉得自己是一个真诚踏实的人，让我相信劳动创造美好未来。我有两段感情经历，第一段是在学校里面的初恋，然后也是青涩的比较，然后毕业季也是分手季，然后毕业过后也就分手了。
丁乱世参加工作以后一位同事，然后我们认为对方都比较合适，然后也比较真诚，然后走到了一起。然后当我们谈完论嫁的时候，他跟我说他是一位离过婚的单亲妈妈，这顿时让我无法接受。我觉得感情都是真诚相待，所以说后来也就分手了。杨丹选择了三位想见面了解的男士，他的选择会得到妈妈的支持吗？支持，支持，没有意见的。我看不到，在那躲起来。我看不到了，我原来看不清楚。格子衣服那个。杨丹并不着急和三位选中的男嘉宾见面，他还想考验一下他们。我现在想接触的男嘉宾，我想提一个要求，就是看他能不能够照顾小孩啦，或者是会不会一点儿，你说照顾小孩的那个哄他呀，或者是给他备奶粉啦和尿不湿啊那些。好的，那我们也去帮你安排一下，看一下有没有那种有爱心的爸爸。你还要不要那个？啊？你还要不要？妈妈手骨头喂过去，他拿药药吃啊，行啊。麻烦你们哪个往哪位男士给我们坐下来了呀？我儿在哭。谢谢。一位啊。坐下。哎，请你们哪位男士给我们刷一下尿不湿啊？你好，给我们刷一下呀，亲。要不是不碰忙啊？我说这个小姑娘在这儿。冷的呀？那怎么办啊？吃早杯。你要不去帮一下？找一下水吗？还是？在这边找到的呀？对呀、啊。那个叔叔家里尿不湿到处跑跑啊，尿尿那里那里。烫，这个会不会太烫、哦？等一下会不会？你不需要再弄点凉水吗？热水加冷水喝了对肚子不好，会拉肚子。能不能？那其实有点烫哦。等一下，霍斌。哎，你们都带过小孩吗？我没带过。哦。我也没带过。你也没带过。没带过，但是。你呢？我带过，就是自己带小孩嘛，就是人别人家的孩子嘛，有时候动一下玩一下，自己肯定没有带过。以前啊，好像没有。第一次啊。第一次。感觉怎么样嘛？感觉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就是这个。如果以后自己有老婆有小孩了，这是自己应该去做的嘛？你没有嫌弃吗？没有啊。哦、那还挺好的。等一下，红妹。哎，等下，等下。等一下，红妹，小妹妹。说，跟叔叔说叫啥子名字？那我叫洋洋。你饿了吗？嗯。是不是饿了？说啥，叔叔？是不是饿？说啥，叔叔？快叔叔。嗯。你饿了。我叫杨达，洋洋。等一下，叔叔把盖子给打开，冷一下。要得，麻烦来的吗？要得，叔叔抱叔叔去玩。哎呀，叔叔等一下妹妹了，给叔叔抱去去买蛋糕啊，买鱼摆摆哟。我小孩那些关系那个，这些我说动，永远都是有我年龄比较大一点嘛，懂？去玩一下。玩人生，玩人生，哎呀，人生。哭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啊，我你看那边，那边来，你看那边，啥子蛋糕？哎呀，对不起啦。你看，你把小孩都吓哭了。随着小孩的哭声，我们结束了对男嘉宾的考验。接下来，杨丹和妈妈再次认真地回看了三位男嘉宾的表现。他有细心。是格子上那个男士要热情一点，然后紧接着那个白衬衫那个还是可以，然后那个皮衣那个好像。感觉没啥子感觉做的样没感觉哎。那么杨丹和妈妈
会中意哪位男嘉宾呢？正式给你们介绍一下，然后这位是女嘉宾的妈妈。啊，哎呦，嗯，开始呢，其实是我们的一个小小的考验，就是那个是我们女嘉宾的女儿，然后就想看看你们有没有爱心。行好，小伙子，行好。因为我干医疗行业，变那个。必须要有那个有爱心，因为那个年龄岁数比我们女儿要小一些，因为你也没结过婚，我觉得不当适合我们玩的。那个无所谓，反正是不是，如果不是玩做朋友那些都没啥子的。但是我们都是家门，你也姓杨，我们那个也姓杨。我拿张名片给你来。可以。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虽然说我今天相亲失败了，但是我相信我会找到比他更好的。加油，熊波。我觉得你啊，还没结婚呢，我娃儿结了婚了，你应该不担心黑那个。其实我觉得人只要真诚踏实，能够一些，生活呀，然后性格上回来呀，包容理解。我们娃娃呀，他不愿意生娃儿了，他在头里个娃儿生得很困难，差点死了，他都在黑到了。所以你没结过婚的话，必须要生小孩噻，这那点他达不到你的要求。对不起，没事，阿姨，没事，阿姨，但是，没关系，要得。今天虽然没有相亲成功，但是也是可能由于双方的不太适合。有喜欢我这一款的女孩子，可以跟我联系。好，你呀、啊。我姓胡，全名叫胡思龙。现在都是我们女儿来都选择了你。都看你有那个应聘交往的那个交往一下，看是不是我们娃的菜谱，了解一下。可以，其实我对人还是对朋友是比较真诚的，因为我学会老实话很耿直，我这个人呢也很重情义，因为我做事比说老实话比较很踏实的，做事你可以看，两个手机掐肩膀的看嘛，你晓得噻？那是代表我们的功能，你晓得噻？你的肩膀，那是些菜的时候，我都往这掐肩口的说，那个是代表功能噻。经过考验，女方居然选择了考验环节里表现最不积极主动的胡先生。我觉得那个白衬衫就是看起瘦了一点，格子衫呢又看起有点小，矮了，年纪小，有点矮，小了点。还是那个黑皮更适合的，我觉得。黑皮可能岁数跟我们相当一点。可是当时黑皮衣是最不积极的一个呀。但是我觉得这个说不清楚，因为以前的光靠表面也是很热情对娃儿的，但是接下来哈，在现实生活当中，我觉得他一点都不是很喜欢我们娃儿的，反正也不关心娃儿了那些。抱都没抱一下。还是需要进一步的接触嘛，先见一下那个黑皮衣那个男士。他们为什么会选择皮衣男呢？我想，第一位年龄相仿。有过婚史，我想这点和杨丹呢是匹配的，我也很赞同啊，因为总得要经历差不多，年龄相仿，走在一起的可能性更大一些。第二点呢，我还觉得是因为皮衣的问题，妈妈的眼光是很毒的，应该这么来说哈、她的眼睛一眼就能够看穿三位男嘉宾的一个经济水平大体在什么线上。或许妈妈觉得皮衣。它是一种实力的象征吧。今天我来得很值得，我才比较很高兴，因为按个算，今儿三项药我中了，我觉得经常可能回去过的都睡不着哟。因为青椒配土豆，神秘的配厨师，我觉得比较很好。爱情靠争取，我也不放弃。大家好，这里是凡人有喜，我是冰甜。参加本节目的嘉宾将会获得由周志福珠宝提供的珠宝代金券一张。我们的女嘉宾和她的母亲呢，是经过严格的挑选，最终确定为胡先生，将和她的女儿进行聊天。那么我们今天的胡先生和女嘉宾呢，他们都是离过婚的，并且都受到过感情的伤害。那么接下来呢，就希望他们的聊天能够一帆风顺。或者是看到你刚才不是很热情，我就怕你不喜欢小娃儿的。不是，那你就错了。其实平时我也是很热心的，这次动作慢一点，下回我主动快一点，是吧？比别个大开一步。希望女嘉宾能够谅解我哈。你现在的收入是怎么样呀？收入一个月5000块钱。你就说再婚的话，你是准备啷个考虑的？结婚过后嘛，也还是打算要个娃儿两个，是因为我个人资金没得哈。而且我们也还有，你说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个小孩了，再婚的话再要一个是两个小孩。如果说
就他的那个事业能够的说发达了哈，或是做周了的话，我可以考虑。如果说经济不允许，或者是说我们两个人的哈都过得很苦的话，我都觉得没必要再生育一个小孩了，因为不然大家都会过得很辛苦。养一个小孩，现在一个小孩的话至少是几十万的费用。现在我的目的是就没想找个合适的朋友，就没想到人来找店子住。自己就说开个店儿，找个那种小店嘛，那种有挣钱又快一点。就说我还是接受他那个以后两个人在一起了，接受一起嘛。开馆子，我们以前也是做过那种小餐馆的，有那方面的那个技术啊，那些可以把男嘉宾的那个厨艺更提高一点。你觉得怎么样嘛？我觉得有娃儿来，我也能够承担全部责任，因为我也担当些个责任，因为。5000块六十老说，说高也不高，说低也不。我觉得女儿呢，身板还可以，看起来很那个勤劳踏实那种，跟你又聪明，我觉得还是能够帮助得到的，得多，也自己犒劳一下吧。好的，谢谢你，叫谢谢你。男嘉宾是一位厨师，他希望通过相亲找到一位勤劳能干的妻子，一起开餐馆，创造更美好的生活。远哈老远拿起来，自己亲手制作，我拿起来那份心还是让我比较感动嘛。万一这儿看不中你，啷个办呢？看不中都是朋友一场噻，那个也买那个人原本问题噻，都是。嗯，这手艺还不错，我们屋头都是采一个厨师。好，我也是。我觉得还是蛮老实的，可以。他给你做的菜好吃吗？还是基本上可以，然后比我的手艺差。你那儿马马虎虎的了，就觉得。说不得差个厨师，但是听了妈妈一把眼，我觉得那种呢应该有希望，我也感到非常很高兴很自豪。我还是希望那个男嘉宾呢哈，以后就是跟我两个成了的话，能够为我分担一点娃儿带娃儿啦，照顾娃儿啦。那更好哦，那当更好哦。就是两个齐心协力经营那个家嘛。还有一个，你跟他两个耍起来，跟他说我们屋头妈妈眼睛看不到，要来了要煮食要煮饭。我们也不要你煮其他的，就是衣服也不要你洗，我们是全职独立，主要都是要煮饭。男嘉宾的一手好厨艺，让杨丹母女对他的印象加了分。那么接下来的相亲，他会赢得杨丹的心吗？上一段婚姻了，当时我是2009年不是结的婚哈，结婚后啊，老婆不是好久还是个后哈，她一直很贫血，血小板减少，再生再长，就那种抽不起血，又经过两次抢救，是吗？眼前这个遭遇过丧妻之痛的男人，后来再次组建家庭了，但最终也以失败告终。2011年五月份离异，这是离异，就是那个女孩，那个女儿呢？她那时候有娃儿呢，没有抚养费的，然后我们把婚姻结了，那女儿那时候有抚养费，哈，结果我们在耍一段时间呢，我觉得她总在哄我，我都会都感觉那种好像不是我很适合的人呢。阿姨，你觉得他们俩配吗？我觉得他们两个呀，人才是有点悬殊。我们这儿的人才要比较强些，人家才要强些，他有点粗老，有点粗老，我嘴巴有点歪，我看到。只是说看他以后的行动如何了，都看。在阿姨身上表现出来的，仿佛是矛盾的。她自己选择了男嘉宾，后边还有嫌弃什么呢？有点矮。嘴巴还有点歪，我想说一下，阿姨，您当时干嘛去了？为什么基本上所有的男人站在阿姨面前，他总能够挑出刺儿来？阿姨，您原来是在绣花厂工作的吗？啊，当然还是那句话，您挑剔呀，真的不重要，重要的是您的女儿得配得上你心目当中如此完美而优秀的一个男人。类型和我两个相配的话，是稍微要差一点点儿。但是我觉得现在我是属于再婚人士，就是说二一段婚姻呢，我不在乎男嘉宾的长相啊、外貌那些，更注重的是他有没得家庭责任感，爱不爱家呀，还有能不能够接受我那个娃儿嘞，还有就是他现目前的经济状况啊、实力那些。我们家嘛，小福，我们的问题的包袱有点重哦，你要考虑好哦。我们那个小孩的话，我们没要他拿分钱，所以说我们不要他一分钱，我们争硬气，我们分钱都不要。他说今后呢要认他们的房子给他，我们也不要，我们有房子。
我们也不该跟他。所以说我们娃娃现在没工作的，他现在在养娃儿的，等于他都现在娃儿都是我们两个在中期的，我没要他那份钱，我们两个退了休，老李都有钱，都没要他那份钱，所以我们包括一点做跟你说清楚。我做事情没这些吃的苦，但是完全接受，完全很接受。晓得有负担咯。我晓得，但是我一个月上班，我烟酒都吃的很少一般。你莫到了二，到了十二，两个成了的话，那扯皮啊的。不得，这个人说话成良心，我都是把事到做，就说。面对未来丈母娘各种拷问，咱们的男嘉宾可能是迫切的希望得到这份感情，所以呢，他把自己的底线是一降再降，可以说降到了毫无底线，甚至到达了没有原则的这么一步。所以呢，相亲相到这个份上，我突然觉得有点假了，这个场面有点假。有个男的这样，我说我要好好的，他已经把娃儿带好，以后我也对他妈的也有孝心，对他也很有关心。在养孩子这个方面，男嘉宾的回答你满意吗？回答是满意，但是看实际行动如何。一观后效，看后头。对头，你现在经济买房子有没有那个能力？这个是的，是有。感觉有点高，我现在的房子。有那种首付四大万的，二十几万的，养活花园。那房子是九十个平方，有首付在二十万，就是要贷款利息高。二十万呐？他利息还有，他的每个月付好多？首付好多？首付到一二十万嘛，我问了你噻。我觉得还没得我们渝中区的房子好，我们那才六千多，我们都是渝中区噻，才六千多，我们的户口也在他，才六千八。养活可以的嘛？是可以。你要说养活可以，我都说不可以。养活那边皮不应该安个不可以嘛？但是我们的户口在个地方噻，我们是渝中区噻，我不愿意在郊区去噻。那也可以，可以在边边。也可以。咱们这位阿姨太能说会道了。安康是甘拜下风啊！啊，您这个刀子嘴，说实话，这一次可把江北，尤其是洋河片区的观众朋友伤得不浅呢。人家洋河的朋友就会想，我大江北什么时候成为郊区了？有些时候还是那句话吧，人不识货，钱它是识货的。国际花都才六千八一个平方，那个人是说我们的户口在那里实行，那个人说成了，还看到人品啊。他也可以，性格各方面，我说嘛是渝中区，你养活毕竟是郊区了的嘛。那个跟你说不谈房子，现在房子就是他。你必须要考虑到啥？你就要去住噻。但如果性格不合呀，我肯定是有。他说他随和，他说随和得很。他还是接触了。他当然你要接触，但是他说的话是很随和堂客，他都是听堂太听堂客的话了，都上了当。他二个，那他那一个婚姻，他会不会听我的话呀？那肯定要听你的话，是他说。但是我在想的话，他的口语气当中的话，可能是要听你的话，这个是肯定的。还是要多了解一下。一定要去调查，要去了解。那个也不是很远，通州16.8块都去了，车费才。他说坐个摩托都能到，到了通州。你对我们女儿的态度如何呀？我觉得你们女儿还是看起来是可以，还是可以。我们娃儿很老实，但你以后真的是。成了的话，你要真心待我们娃儿的。如果是稍微对我们娃儿不好，我那个嘴巴是很厉害哟，像刀儿一样的厉害哟，不是一般的那个哟。真的，亲爱的，我们那个亲家子是老子觉得瓜兮兮的。我这个人从来不打女娃儿的，一般我对女娃儿都是比较温柔的。一般哪个说话，一般好男不和女的嘛。我希望你有那种当爸爸的那种担当能力，要接受我们那个娃儿的。那个没问题的呀，都小娃儿的，小娃儿的是慢都，又不是啥子技术活，啷个不懂那些嘛？对那些，那个你摸都摸到好高的，那个开水，啷个能对好点儿？那些东西一看得懂了噻，东西是。男嘉宾认为帮杨丹照顾小孩子并非难事，于是杨丹决定考验一下他的实际操作能力。OK， 那下面呢，我们就是给你准备了一个假娃娃在这儿。然后一会儿呢，你就帮他换一下尿布吧。我们的女嘉宾就在旁边看一下，观望一下我们男嘉宾到底能够做得怎么样。可以，好的。好吧，有请。我一直以为真的换尿布需要把袜子脱。因为你把袜子给脱了，还要冷一缸。娃儿要冷一下，如果是冬天的娃哈，夏天都无所谓。那裤子需要全部脱完吗？不用，因为他如果说是那种风裆裤的话，都要脱到膝盖下面。男嘉宾，你知道前后吗？前后。我平时能一个生的孩子，
是真娃儿的话，可能不得行，已经搬到地下去了。黄哥，你黄哥了不起的嘛？哦，还没得真。而且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衣服在这儿，然后要不是在这儿，仔细看一下，然后小孩就这么穿着衣服了，我的妈呀！细心还是比较细心，比较下气，脱得很慢。那天我是看到写的，只能打够五分嘛。你感觉自卑吗？有点遗憾。有点遗憾。那，那让我们的女嘉宾还有专业人士来教一下我们男嘉宾吧。虽然男嘉宾换尿布的水平不怎么样，但是此刻为了赢得女嘉宾的心，还是认真的学了起来。所谓爱屋及乌，应该就是这个意思吧。那女嘉宾，现在男嘉宾也已经全部弄完了，你是还要求他再弄一遍呢，还是算勉强过关？还是不用弄了嘛，因为今天也比较晚了。勉强过关嘛，只要他有那个心去学呀，我想应该那个问题不难。女嘉宾通情达理呢，让男嘉宾通过了换尿布考验。那么接下来两人会牵手成功吗？十分钟以后，如果你们愿意和对方牵手，那么你们就来到这个地方，出现在我的面前。如果不愿意，就可以独自的走开了。你们看可以吗？可以。可以。做选择的时候了，我不希望他们在一起。为什么不希望他们在一起呢？因为男嘉宾这个时候对爱情的这种需要、这种渴求太强烈了，那么有可能导致他看不清楚眼前的状况。只要有女人愿意跟他在一起，他就愿意积极主动的去配合，而这种配合式的爱情，那就是兔子尾巴长不了。另外呢，我想说一下哈，这对母女呀，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对男方是各种要求，而且这个要求他还不低。我想，能达到他们这个要求的男嘉宾，真的不算太多。现在呢是十分钟已经到了，我们来看一下男女嘉宾他们有没有到。好的，现在从我这个方向看到我们的男嘉宾已经缓缓地走过来了，而且在他的手里边呢是提了一个东西。因为女嘉宾也是离过婚的，我也是两道婚姻，但是那一次我也好好的珍惜，但是女嘉宾我们要好好的相处，希望能够走在共同走在一起，共同的发展，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得到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但是女嘉宾没有出现，很遗憾。我这把那个包准备去送给女嘉宾，麻烦你转给她。这个包是你给他们家女儿买的吗？哎，女儿买的，哎，这是我的一个心意。好，我看一下。成也不成，是永远都是朋友，所以一个心意。首先我还是很感谢今天那个男嘉宾，他很热情，给我们娃儿买了个包包。好，我觉得跟他两个呀，从身形上面，我们两个我觉得他看起比较瘦小，我就喜欢那种稍微强壮一点的男士，高大一点，威猛式的那种。我做那个男嘉宾呢哈，接下来可以找到更好的另外一半。杨丹和他妈妈的这个要求啊，实在是太具体，他有很多迟疑。他为什么会迟疑？因为眼前这个男的虽然穿的皮衣，可嘴巴有点歪，经济实力还很一般，可能和其他几个男嘉宾相比的话，他算是好一点的，但是他一定没有达到妈妈的要求，也没有达到自己的要求。最后呢，还有一句话想对阿姨说啊，可能这句话不太尊敬，但是确实是安康的肺腑之言。如果您继续的参与女儿的婚事，参与的这么具体的话，我真的担心有一天杨丹的婚姻会成为包办婚姻。就算不会成为包办，她可能也
很难把自己嫁出去。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男嘉宾特别的忠厚老实，而且特别的实在。刚才过来的时候就提着一个小包给我们的女嘉宾，虽然说今天没有成功，如果电视机前有观众朋友们，如果你们喜欢上的男嘉宾，也可以和我们栏目取得联系。感谢朱氏福珠宝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好的，爱情靠争取，为爱不放弃，接下来是非常精彩的征婚秀等着您。爱情靠争取，为爱放弃。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凡人有喜征婚秀，我是小红娘林欢。有很多观众打电话来说不知道如何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啊，方法非常简单，您只需要身边有一部电话，然后动动您的手指拨打栏目热线电话6861-5868成为会员，来到我们的镜头前说出您的情感诉求，就有可能在2015年结束您的单身生活。好了，话不多说，赶紧看一下今天的第一位嘉宾。哇呼哇呼哈咿呀呼哇呼哇呼，我的兴趣呢其实非常的简单，平时就是比较热爱运动一点，经常喜欢出去旅旅游啊，爬爬山啊，出去看一下外面大自然的美丽景色。除了爬山呢，我还闲下来的时候会选择在家里面静静的买一些食材回来，自己做一桌丰盛美味的菜肴，做出来的美味我们大家一起分享。我的理想女生呢，她有长长的头发，大大的眼睛，小小的嘴唇，对父母比较孝顺一点。然后我不喜欢的女生呢，就是特别黏人的那一种，经常性需要随时啊关心着啊，这种啊比较麻烦。我喜欢对家庭比较有责任感的女生，不要经常性的泡夜店啊，经常性或者夜不归家呀之类的，这种是非常讨厌的，因为我基本上会每天准时的回家。大家好，我叫张雨欣，今年24岁，现目前是一名行政文员。我性格比较内向，跟不熟的人话比较少，平时都喜欢在屋头上会儿网啊，看会儿电影啦，然后睡会儿觉啊。2次恋爱，第一次谈了1年的时间，第二次谈了2年半。人生有许许多多路口，常常不知向左还是右，有时候我会感到孤独。然后我现在希望找一个我喜欢的，然后他也喜欢我的，有责任感成熟的，然后能够包容我的男生。不能太强求，不能太自由，随波逐流。我希望对方年龄24到31之间都可以接受，然后身高的话只要1米7以上都可以接受。经济条件的话，就是在主城还是有住房，然后有稳定的工作都可以了。抱怨生活对我不够好，
能像电影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了。那如果你有感兴趣的嘉宾呢，可以通过他们的联系方式跟他们取得联系，也可以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6861-5868。还是那句老话，爱情靠争取，为爱不放弃，凡人有喜，我们等您。一位是乐观上进的潜力股。大家好，我今年27岁，我叫陈万强，从事信托投资理财。一位是稳重踏实的事业男。我来自重庆市宗县，今年32岁，目前在一家上市公司做职业经理人。精心布置的见面现场，全是因为女嘉宾的一个特殊要求。我希望这次通过凡人有喜这个相亲节目呢，我希望看到男嘉宾呢，他最真实的一面。男嘉宾们会有怎样的真实表现？今天我们是在你可能不知情的情况下安排了，这边有个摄像机是藏在我们的那个树丛里边的，后面也有一台摄像机是藏在我们那个蓝布里边的，各位我们的摄影机，还有这个地方，来我们的摄像师。不是那个刚刚那个编导他是没有附录像吗？凡人有喜之我要最真实的相亲，下期为您精彩呈现。2015都市频道，幸福着在一起。